月八号是佟丽娅的生日，零点刚过，陈思诚就准时在微博发文为她庆生。他写道：“为梦想努力的人都是最棒的，老婆加油，生日快乐。”他还晒出了一张佟丽娅朝着阳光走去的背影照，力破此前的离婚谣言。其实陈思诚从2012年到2019年已经连续8年准时为丫丫庆生了。据悉，此前佟丽娅与陈思诚被曝离婚，而双方均未回应此事，导致大家一度以为真的离婚了。如今陈思诚也算是侧面回应离婚传闻啦。芒果捞新闻，希望两人好好过日子呀。不倒。